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，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着追求，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，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，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，对爱的执着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在动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希望在动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，跟着希望在动。很高兴今年黄成谷老师率高一级班的同学打算提出另外一个计划，叫做逐梦逐梦的计划。他们打算要帮助竹园国小建构英文，帮助他们建构一个叫 English Corner 这样的一个计划，希望借着协同的英文的优势，能够提升偏乡小学的孩子，也一样提升他们英文学习的兴趣。正如旧约圣经弥迦书上所说的，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上帝同行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心。